战传统电视强国网络剧二十二小时点击过亿啊！哇哇哇！总投资2000万，每集制作费过100万。你以为乐视略 TV 进军香港，头炮由应采儿监制嘅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，落重本好巴闭？咁你就大错特错啦！其实短短10年，内地网路广告嘅收益已经同主流电视睇齐啦。以近年最 hit 改编自网络小说嘅网剧《盗墓笔记》为例啦，听讲一集制作费超过600万人仔啊！网上首播头2分钟已经有2400万点击，破亿点击只系用咗22个钟咋？你话系咪商机无限呢？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鬼，就在人的心。不过去年由陈冠希主演、彭发执导嘅网剧《探灵档案》喺内地点击就系过亿啦。可惜在爱迪生的出生地香港就没什么人看过了。还有维基这个失败的例子呢，网剧在香港到底 work 不 work 真的要放长双眼了。 Facebook 一开即寒，快点下载猛片如云，寒料最强。